陆行者，陆行者，怎么又是陆行者？他就这么重要吗？还不是得怪你自己不争气。啊！你干嘛？你放我下来！你今天哪儿都不准去。有话快说，到点了我该下班了。你今天在公司待了一天吗？嗯，累死我了。那你都不知道来看我一下。也不知道陆行者跟卫士气进展如何。出街。 我跟你说话呢，说完了，我还得去看看陆行者。陆行者，怎么又是陆行者？他就这么重要吗？你发什么疯啊？怎么，你是觉得他有机会是吗？还不是得怪你自己不争气。我真的得走了。啊！你干嘛？你放我下来！你干嘛？鬼陈，你扔错人了，清醒一点。你今天哪儿都不准去，乖乖在我身边待着。 不听话的下场，你懂的。如果你要是敢对别人动心，我顾夜辰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好，我不走，我待着。你工作，你松手，我都说了我不走了。我再信你一次。 该说不该说都说，说过的话从来没变过，词不达意，互相委屈妥协忍耐没结果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在我面前毫无防备的样子。气氛一定自在，热闹的有点嗨，要怎么去拥抱那失去的美好？ 乖乖谈恋爱啊，那下场我真的承受不起，拜拜了。跑得挺快啊。喂，桂晨现在在哪儿？小艾到处找你。你觉得呢？我没时间跟你闲扯，你快说。托某人的福，还在公司呢，刚想。 准备回家了，你别动。怎么？你是想说你马上就会出现在我面前是吗？顾夜辰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先别动。嗯？顾夜辰，你还在吗？顾夜辰，顾夜辰，说话呀！顾夜辰。 顾夜辰，你等我。顾夜辰，你最好别因为这点破事喜欢上我。顾夜辰，你振作点，顾夜辰。